今天特别想吃鸡公煲，带大家去涮一个鸡公煲，要一个大锅，点了一些菜，给你们看看这些菜的价格。我的鸡公煲好嘞，给你们看看这个里面的面，看黏黏糊糊的，哇，牛奶汤。嗯，好香，软乎乎的，又糯糯的，炖的。嗯，好好香。这个香水怎么形容呢？有一种东北焖面的味道。好吃，嗯，我觉得是沙茶也挺好喝的，旁边是大麦茶。芝麻酱，在河南吃饭真的处处离不开芝麻酱，真的超级好吃。这里面超级多的洋葱，甜甜的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嗯。这个芝麻酱是那个味，鸡肝。它脆脆的。你们那边有没有好吃的鸡公煲？俺这个小县城有好几家好吃的鸡公煲，感觉鸡公煲的酱香味，感觉鸡公煲的酱香味很足，三秒定律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加个糖。我天，脸一下涨红。哎呦喂，它里面还会放料吗？啊啊，锅多放点。这个是什么酱啊？鲜酱。就还带一点甜味，嗯，感觉这个酱可好吃。先把丸子先，先把丸子下进去。你们离远点，别碰在身上了。我今天小心点。把冻豆腐也下进去，感觉这个很好吃。试试在芝麻酱里加一点其他东西，看看是什么味道。再加点糖，应该甜甜的，挺好吃的。再加一点芝麻酱，试试先尝个原味的。嗯，酱香之足。嗯，很好吃。嗯哼。好吃，你从表情，一切自然。我记得之前夏天的时候，看到还出了什么绝壁凉皮，然后我还试了一下，也挺好吃的。还有在冷面里面加绝壁也挺好吃的，就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汤就行了，放进去。但难道是老鹰菜？因为重庆鸡公煲不是重庆的吗？重庆那边不是喝老鹰菜吗？我刚才的呀，那个是大量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根据名字想象一下，加点醋。嗯，还行，不很酸。哎呦哎呦！你看我吃，这不吃，夹住了没掉。
好久没吃丸子，还是挺好吃的。一口接一个，一口停不下来。吃到自己想吃的食物，真的会很开心。吃饱了，拜拜。